古竹叔，你要来能不能别老一惊一乍的？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你下午的话，小姐当年也说过，她想让我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我想打开它。 小姐当年留下的，老娘的，里边有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就一直没打开。小姐没说让我打开。那现在呢？我想了很久，在这个世上，我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打开这个箱子。我想看看小姐到底留下了什么。你们当年一定经历了许多事儿。我忘了。来，我们打开它。 我没钥匙，等会儿啊，我换把刀，这也结实过头。 了吧？这东西什么做的呀？不知道。世上哪有这么硬的皮啊？我娘从哪儿弄来的？忘了。钥匙在哪儿？京都。所以我也进京。明天一起走。我先走一步，我们京都碰头。这箱子呢？放你这儿。到底是什么做的？